我听着呢，说吧。我虽然非常的讨厌你，你闭嘴，说吧，开始时间有限。我虽然非常的讨厌你，我也讨厌你，但是时间有限，我是队长，我是队长，我要是帮助你完成，我是队长。我最讨厌的，我也很讨厌你，心机 boy， 我也很讨厌你，说谎话，我很讨厌你，非常的谎话，你口很臭，行了，我非常臭，我三天没有刷牙，很臭，两天48小时没有睡觉，裁判，心机 boy， 裁判干嘛呢？装疯卖傻，跟我这闭嘴，听我说，我是来帮助你的，我不需要你帮助，我遵守我的使命。你随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点！你不需要我帮助，你可以滚蛋。等会儿你骂谁呢？等会儿好，你可以滚蛋。我骂谁呢？你可以滚。你等会儿呢？等一下。我是傻逼。哎呀，快点！你装什么人呢？我是傻逼，但我屁眼不疼，知道吗？任务。我不是那种忍着屁眼做人。任务。啥任务呀？我说啥任务呀？我不玩了。操！那人身攻击不是？我只说事实。事实你妈！有人说谎。狗说谎，狗他妈从头到尾说谎的。你可以全部都知道。你可以把那天我离开时候的麦录音调出来。随便。白哥，请 Morpheus 马上回到日记房。滚蛋吧你！我不玩了。